日森水虎王富士全自动洗车机 CF330， 在机体结构方面，激光切割机的引进和应用，整体框架切割精确，焊接完美，加以超级防腐热镀锌，设备运行精度更高，框架使用年限更久。 FLX 整体内外封板模式，内部防水效果更好，部件使用寿命更长。新型王富士洗车机 CF330 运行轨道选用轻轨或45号方形钢，在设备的移动稳定性和轨道耐磨性上都有很大的提升。关键零配件都选用进口优质品牌，意大利西地直连式电机减速机，比同类设备链条带动式性能更稳，故障更少。在整体洗车方式上，可根据需要选择一往复、两往复或单个功能运作。一个完整的洗车流程分为低压水预洗、泡沫刷洗、水蜡喷淋、仿型吹干一体化。操作面板分为两种，一种触屏模式，一种按键模式，可自由选择配置。新款330吹风系统选用两风机带动三风口出风，吹干效果更佳。吹风升降伸缩风管选用日本进口，升降次数可达上百万次，使用寿命比国内同等产品高十几倍。新款330设备在设计上可追加高压水刀系统，更注重细节的完善和提升。吹风轴承升降轨道选用速泡式防护板，防水性更好。规整的泡沫水蜡放置筒让观测和更换耗材更方便。规整的配电盘让设备检点更容易直接。品质保证，细节用心，才能做出好的设备。日森，因为专业所以放心，臻娱精品，值得选择。